鼻腔这边有个叫做危险三角的区块，太常挖鼻孔，如果造成蜂窝性组织炎，细菌侵入到软组织的话，可能会透过静脉回流到脑部，造成脑膜炎。如果说真的要去清洁，就是用比较看到多的是鼻腔的感染比较厉害，那会看到那个块状物堆满整个鼻毛，空气都过不去。相信很多人常常觉得鼻孔前面卡着黄金，就会在没人的地方偷偷用指甲去挖鼻孔，或是直接用手拔除鼻毛。这些动作除了不雅之外，不仅危害健康，一旦细菌乱窜，还有可能威胁生命。到底鼻腔内有分泌物，该如何清洁？有人说挖鼻孔会导致鼻孔变大，是真的吗？现在就跟着健康聊天室来了解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安医院耳鼻喉科黄君鼎医师。这应该还是跟这过敏的体质有点关系，因为过敏的体质的人会痒，痒的话就会想要就去抓痒、搔痒这样子。而且加上最近可能这一两年大家戴口罩的情况更严重，因为口罩的接触其实会让鼻子的这个搔痒的感觉会更明显，尤其是有过敏症状的人。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说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想要抠鼻孔、挖鼻孔这样子。正常人都会分泌一些鼻涕、鼻黏膜的分泌物，那主要就是为了要把空气中的一些微粒啦什么的，就是把它包覆住，然后醒掉。那通常是鼻屎的量会很少，你可能不太会感觉到它的存在。正常来讲是这样。那如果说已经形成块状的鼻屎，或是醒出来就是一次、两次、三次都是这样块状的话，那表示已经有一个感染的情况。如果说特别多的话，就表示它有一个慢性的、比较长时间的慢性感染的症状。因为我们的鼻腔的前面鼻毛那一圈，我们叫做鼻前庭。鼻前庭这个部分的话，就是第一道的过滤网。那第一道过滤网这个地方有很多的鼻毛。那鼻毛里面的那个毛细胞的根部，还有这个组织啊，如果有一些慢性发炎的话，它就会红肿痒，然后并且分泌物会变多，那鼻涕也容易卡在这边，跟细菌变成一个就是细菌跟鼻涕混合在一起的反应。那这样的话就是鼻屎的量跟这个颜色都会变多变深，黄绿色啊或是褐色这样子的一个情况。尤其是小朋友，如果越挖越大力，越揉越大力的话，几个情况，第一个是容易流鼻血，第二个是容易增加感染机会。我们手指表面的细菌很多，它会带到鼻腔里面，带到鼻毛的那个毛囊那边，都会有感染的风险。哦，流鼻血感染。那第三个就有可能会造成说它揉得太大力，因为我们的小朋友的软骨、硬骨发育还在生长中。我们的鼻腔的鼻头，我们的鼻头的软骨的形状是两块软骨堆叠在一起，那中间有个韧带粘在一起。那所以如果用力的揉啦，用力的推啦，它们的韧带松掉分开的话，就变成鼻子会变得很开阔，就看起来鼻头就扁扁开开的这样子。哎，那个话形状就歪掉，就比较难回去。那以后它长大之后，它的形状也比较难长得跟它原来本来该长的样子一样这样子。大人的话，鼻子是真的会变大吗？大人比较不会。鼻头这边的感染的话，如果造成蜂窝性组织炎，细菌侵入到软组织的话，因为我们鼻腔这边有个叫做危险三角的区块，就在我们的鼻子的这个三角形这个区块，这里的静脉跟我们的脑膜的静脉是相通的，而且它没有防止逆流的瓣膜，它没有像一般静脉有防止逆流的瓣膜，所以这边的细菌如果量多，可能会透过静脉回流到脑部，造成脑膜炎。啊，那就会形成一个严重的细菌感染。蜂窝性组织炎的时候，你就是整个鼻头啦，或者鼻腔的软组织是整个红肿、热痛，非常胀痛、非常肿的。那个时候是千万不建议碰。啊，有的人会长痘痘，痘痘也是在这个区域的话，也是建议都不要去挤，因为去挤的话，细菌可能就挤到血管里头，或是经由血流逆流到静脉区的话，这样都会有一些风险在。我们当然建议就是尽量不要用手去碰它了。如果说真的要去清洁，就是用棉花棒沾这个药膏，有一些药膏，有一些抗生素的药膏，可以做一些局部的清洁，并且做一些杀菌保养这样子。这样可能就是让它觉得比较不会那么痒而已，其实没有任何的效果。如果它弄得很大坨很硬的话，就是可能鼻子的形状会被就是撑大，鼻孔撑大改变，然后如果摩擦到我们的那个鼻中隔那个区域的话，比较容易造成流鼻血的这个风险。我们比较看到多的是不见得叫做挖鼻孔，而是说它鼻腔的感染比较厉害，那会看到那个块状物堆满整个鼻毛，整个卡住的空气都过不去，也是有看到这样的情况。对，然后我们就会帮他做一个局部的治疗，把那边清完，太长的鼻毛把它修掉之后，然后剩下就是吃药跟擦药，大概就是让它慢慢好转这样子。喜欢我们的健康聊天室吗？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加开启小铃铛，掌握最新的健康资讯哦。